无尘就是药师金母，金刚棍就是莲花童子，这顶上就是阿弥陀佛，他本来就是地藏王菩萨的六世者，就是大力士者，又是地藏王，又是大力士者，又是莲花童子。 又是药师金母，又是阿弥陀佛，五合一的这真佛中的特聘，这金刚神啊，威力无穷。他持棍呢，就可以打昏这个焰敌；持锁呢，就可以把焰敌给他捆绑。 持这个拂尘，就可以消除业障。另一个手被结其刻印，就是表示降伏一切。啊，威力无穷的这一尊，啊，这一尊以后啊，希望每一个同门都要护持，因为它真的是。 象征真佛中的特聘的大护法。